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星期日啊武神坛晋级赛的一个比赛，观战方式二狗团队灵隐寺啊，对战方式成都府啊，这是晋级赛啊，晋级赛。咱们看一下最近二狗他们团队实力怎么样吧啊，那他们团队这个阵容也比较的特殊，上的是一个双神木配的普陀山啊，就不上化身寺啊，我看他全程也没上过化身寺。因为他们现在团队处在初建阶段吧，啊，正在慢慢的走向正轨啊，也有很多的老板去加盟啊，当然需要慢慢去成长吧，啊，老板也需要慢慢去搞号啊，搞宝宝啊，你别说他们了，就现在顶尖副战队不也在更新吗？啊，还在天天更新啊，啊，你何况是他们？那观战方这边上的是一个盘丝武装的双峰啊，配合着双神木加普陀山，开了一把虎阵。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啊女儿武装的双峰，配合着狮头领加魔王啊。咱们看一下二狗这边怎么样啊？这个武神坛晋级赛是每个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日开始啊，第二个星期的星期日武神坛晋级赛。啊，他决出的32名能够晋级的团队和上个月的武神坛16强啊，来参加这个月的武神坛啊，也就是说上个月16强是不需要参加晋级赛的啊，直接进入下一个月的武神坛的正规赛啊，再从这个晋级赛里决出一个32个队伍啊，所以感觉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啊，能拿个三胜基本差不多。平时啊晋级赛都有猴哥的身影啊，但现在没有了啊，猴哥上个月还不错啊，进了16强。双法系的话对于细节的要求会比较的高啊，尤其是一个愤怒的控制，怎么让对战方尽少可能的起罗汉啊，或者说怎么让对战方在观战方这边关键要风卷残云的时候他没有罗汉啊，这都是细节的操作，当然二狗顶尖指挥啊，这不用想，这些问题应该是不大的啊，现在主要的还是他们团队的硬件问题，确实现在还没有提上去，老板已经到位了啊，剩下的就是时间啊，剩下的就是时间。我相信啊，明年灵隐寺也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豪强啊，这样梦幻秀百花齐放，哎，我们才有更好的东西啊呈现给他，也就喜欢这种百家齐放啊，一家独大，我们这视频也不好做啊，一家独大我们视频不好做的啊，就这种百花齐放大家看的才有意思。罗汉干一干，对两方狮驼现在还没有变身啊，先变身。对两方女儿村有医术的话，看看特技怎么放吧。对面魔王这个输出也有点爆炸了，继续守住狮驼岭的尸体，上爆。因为观战峰这边他没有化针刺啊，他就没有这个防御圈。对面虎头狮驼稍后加个金刚，有魔镜孩子那个输出就不差的。化针刺表示啊，鲜活孩子。虎头山这个恢复能力，不行的啊，就跟化针刺比起来差很多的。当年虎头山也是辅助老大呀。以前厉害，现在不行。秒到神木，秒了5000血，对战方最好能点杀啊，就像观战方这边点杀对面一个单位啊，对战方也可以点杀观战方嘛，比如说狮驼有个破血啦，魔王有个秦三叠什么的啊，配合前排的宝宝压一下观战方的神木，毕竟普陀山回伤能力比较差
他一旦成为尸体单位，一时半会儿这普陀山给你回不上去。他还得拉起来，点个灯，点完灯想回得快点还得结算啊，那这样普陀山的操作其实就受到限制了。一把金晶静疗给武装起纸了，这武装估计也没了，笑里藏刀，还是继续控罗汉，实在队长峰有负担那就天地统受，实在有负担就天地统受。当然我之前说过啊，就天地统受的前提一定是对面能把关照方这些高攻宝宝给他清掉，你清宝宝清得快，你天地才不会有后顾之忧，你如果清不掉这些宝宝，你天地无非是换了个死法啊！刚才是被关照方沈木秒死，你起天地就被关照方善恶拍死啊！倒地是一定要倒地的，只不过换了一个死法。落花车泥再控一下女儿村，苍林雪雨，关照方这是要拼命啊！哎呦，7600，魔王也倒了，好强呀！因为灵隐寺现在你肯定跟豪门现在没法比啊，但是还是要比一些普通团队要强很多的啊。再加上一个二狗的指挥，有的搞啊，有的搞。二狗一开始组建灵隐寺啊，就计划的组个群雄团队啊，就没事儿打一打玩一玩啊，也不收指挥费啊，反正就是大家无聊嘛，玩一玩乐一乐，毕竟天天做梦幻啊，突然没团队了心里不踏实啊，所以搞了这么一个团队平时娱乐啊，没想到搞着搞着心态就变了，嘿，搞着搞着就开始搞负债了。团队弄的弄的啊，就朝着冠军去了啊！二狗那天直播也说了啊，就希望23年吧能拿一个冠军啊，就已经目标是定到冠军了。现在队长方师陀好像一次也没有飞出来过吧？啊，一把慈航还是没罗汉尽了给，还是没罗汉呐。那站起来也就是一顿挨打，没别的。凛冬九天继续刷上，魔火焚射。像在对面清关的黄个宝宝，他都费劲儿啊。继续压狮驼，再压狮驼。再一次被封杀，还是不给出手的机会，还是不给出手的机会啊！二果这边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物理系吧？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物理系，所以还是以双法系为主，风卷残云。狮驼再倒地，再来一首风卷残云。两个风卷残云下去，队长方又不行了啊！我估计啊，还得谋划下一把词好。人家这就得谋啊！队长方直接换地厅了。日月乾坤给套进去，罗汉接着盖，那这地厅也是一把白给，
颠倒五行。女儿再倒地，回头再看一看，这连也没别的团队，这连我记得好像是紫禁城拿了战神了，啊，紫禁城拿了2300万的战神。曲阜啊，随之也把1500万的战神拿出来，然后好像无情这个月也拿战神了，就国子监啊，国子监好像是满战神啊，我记得这么多拿战神的啊，那国子监不用想了，哈哈，主要还是看紫禁城跟曲阜。曲阜的目标就一个啊，就不让紫禁城拿冠军啊，你拿我就拿，你不拿他就不拿。曲阜今年已经有冠军傍身了啊，两个冠军，没有任何成绩的负担啊，群雄逐鹿也是两连冠啊，没有任何的负担，群雄跟武神坛曲阜今年已经是完成任务了，所以接下来就是针对紫禁城。哎呦，这地听打不着，就叫乾坤妙法啊，这是武装冠。武装冠的啥技能来着？我记得之前，哎呦，这个技能记不住了啊，那好像这个技能之前保地保那个幻魔的时候特别好用啊，但是呢这个技能的弊端就是这个宝宝现在就是个植物人啊，别人打不着他，他也没法出手啊，就成个雕塑了啊，就成了个雕塑了，没有用，相当于是被石化。嗯，别人打不着他了啊，他也动不了了。那有什么意义 啊对啊，那有什么意义啊，我换句话说是不是相当于一个鬼魂宝宝倒地了呀，哈，鬼魂宝宝倒地还没站起来，但是呢有个好处，这玩意儿它可以吸引伤害啊，刚才看见了，它可以吸引伤害，那就还有点作用。嗯，那就还有点作用，好像还不错，能吸引仇恨啊，吸引伤害。队长方再来一把慈航，雕塑打法，之前女娃牧时代啊，武装换宝换魔的时候经常用这一招，落叶萧萧，女麻木用这招干啥？让自己的双幻魔成型吗？招出的蛇啊，怕对面针对，打个乾坤妙法，最后等到自己另外啊一条蛇能招出来的时候啊，这边这个乾坤妙法的 CD 也到了，正好已经是双蛇成型。哎呦，吸引仇恨啊，宝宝速度快 啊对面已经打不过关长房，
嗯，看得出来他已经无限慈航，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就是在拖回合数啊，就是在拖回合数。哎，你看这个谛听复活了，乾坤妙法结束，这样令其战敌加上，搞事情，关照玩笑。因为二狗现在他们团队的谛听不多啊，每一只谛听都非常的珍贵。这可不是他在紫禁城的时候了啊，谛听一大堆，想怎么用怎么用啊。现在每一只谛听啊都得小算盘啊，巴巴的打起来。对面终于是盖出一手罗汉来，还骗了一把尺子。嘿，重武魂，对两方又得重新谋划一把伺候了。女儿村能带几个酒？哎，差不多了，伺候了四次了，酒也不够用了呀。来，继续秒一秒。米润，对战方开始打天地了，换个思路，看看天地同寿能不能多让自己扛那么几个回合。这高脸宝宝对战方得尽快清掉啊，这个善恶也要尽快的处理掉，别打法防了，打法防没有用啊，先把关照方这么一个二号位和四号位的宝宝先处理掉啊，主要是这两个宝宝啊。落花城您可以控啊，落花城您不属于法术技能，它应该归结于到特技类的经脉技能啊，因为这个技能你如果封它特技啊，比如说女儿村那个封特技，方寸那个封特技失忆啊，我记得方寸那个叫失忆吧，封中了它以后它是认不出落花成泥啊，就封特技可以把落花成泥封中啊，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特技类的经脉技能啊，所以天地统兽是抵挡不了啊，那这高空宝宝处理不掉，对面这天地就是催命符。静疗，再给女儿村，队长方三把天地同寿，不然不仅保一下，不给你清高连高攻。啊，波兰保一手，宝宝再飞，魔王倒地，女儿也没，哼，这打不了啊，打不了，双方感觉还是不在一个层面上。
啊，具体成都府的硬件怎么样咱也不清楚啊。但比赛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不在一个层面上。二狗跟零八打了一场，反正打不过零八啊，零八那个硬件就比较顶尖。3900、3700、4700，再压倒结束了啊！这词好像也没意义了，或者说对两方压根就词不出来了。看这个样子是词不出来了啊！对面已经是女儿村美酒，开始拉化成死，化成死，再用技能拉起魔王啊！那就证明没词好了啊，没酒了。啊，没酒了，那就是一两回合的事儿了啊，一两回合比赛差不多就结束。啊，在这里也是希望二狗他们团队能够尽快成型，哎，让武神团更活跃起来。那二狗也是个有特别有看点的一个指挥啊。团队成型以后可能会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毕竟梦幻爱迪生嘛。风卷残云，剩下最后一个隐身宝宝，比赛结束了。紫禁城是今年四月份解散，到现在也就七八个月啊，七个月的时间。二狗还是不甘寂寞呀，拜拜。